不向強權屈服，堅持以理服人，以論擊石。第二節的以論擊石，今日仍然是2016年6月28日。好，講完香港嘢，咁一定就避唔開啦。講國際嘢，係呢個禮拜咧有一個國家，佢因為頂唔順一個更加比佢更加強嘅暴政，係佢決定要離開佢，係一個用民主方法，一次就用運動嘅方法，係大家知道我哋講緊邊個？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。偉大的大英祖國，嗱佢運動嗰度啊，離開一半嘅啫，佢有一隊仲喺度啊嚇，係啦，我哋嗰個偉大嗱，上個禮嗱講個正經嘢先，嗱上個禮拜五咧，係上個禮拜五咧，咁我就嗱，即係有啲嘢真係要認察，真係，嗱我上個禮拜五就講緊大祖國公投嘅時候咧，唉就喺度嗰度估緊。是脫不成勾的，我都說小心啊，我不敢估就是這樣一路，唉真是我一路不敢估就是這樣，好了是了53-48，我知道因為我可能一招啊，估是52-48，是啊估脫不成勾可能一招啊，所以我知道我不敢這樣估啊，我都大佬唉，另一個我認識的就是索羅斯啊，那現在就而家我安慰就係咩咧？啊，索羅斯咧係有真正嘅財政損失，而我咧就只不過係拆咗咁解啫。係，係即係估錯嘢啫。咁點解咧？因為阿索羅斯原來佢自己咧係 call 咗英鎊。call 英鎊。唉，阿索羅斯。嗱、啊、呢啲咧，索羅斯咧今次咧就俾英國佬玩 Q 死佢啦。係啊，唉，真係拆到。不過咁，你要明白一樣嘢先，就算咁嘅結局咧。有很多人呢香港都盲目 OK 他們永遠呢就用自己賺到多少錢去看 OK 去看這件事，喂對於不過這樣這個我完全不覺得是錯誤，不是對在你角度是對，是啦，即是以香港人角度，因為香港人又不是歐盟成員，我知道，但是point是呢你要分析這件事的時候呢你就唔係，你就唔，你用呢啲角度咧，就係咧，就變成咧，你一廂情願。OK。世界因為投票嗰個唔係你啊嘛。係。你咪一廂情願咯，你自己買。咁嗱，老老實實呢、這個世界上好簡單，跑馬啦，我用跑馬做個例子啦。你又唔怨得英國人。好簡單，有一隻馬，我話俾你聽，喂，只馬好超嘅。好超的25元，贏Q緊的，不過這樣嗱，隻馬呢有個事啊，隨時他一腳痛呢就不Q去了哪裡了，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，現在的情形是的，但是香港人的精仔想法就說呢我當然是博你不腳痛啦，我明知他這麼高，是不是，但這個世界就是收精仔的嘛，是啦，唉，所以你不怪得人，最主要其實呢即是我的 feeling 就是這樣的，就是我在 page 都說過了，太 Q 兄弟都不知道是不是外圍佬做搞了事，甚至這件事呢搞事呢，如果聽看蛛絲馬跡呢，我甚至懷疑呢幫銀行都搞事，因為那幫銀行因為呢大家知道脫歐成不成呢就有外圍的，是啊，去到臨投票前那天是個外圍怎樣脫歐脫得成呢，不記得是一賠四定五六這樣的，是一想下一想下，如果真的脫歐脫不成邊 Q 個賠咧？係啊，即係因為喂咁，即係個盤係咁 Q 樣嘅時候。但係咁喎，你要記住喎，博彩公司開嘅盤口咧係計到數噶嘛。係啊，佢計個數咧，譬如咧，你譬如好似而家咁嘅結局啊，52-48咁計啊。咁咧，佢開個盤口咧，應該咧睇下佢睇點樣壓法啦。如果佢明知咧，其實咧明知留歐的機會高過脫歐的話，一般聰明的博彩公司咧係應該壓低個賠率，因為你係同賭仔對賭噶嘛，因為你足球博彩一樣啫嘛，同賭仔對賭噶嘛，
其實就應該報咗公司咧就冇嘢嘅。但係咧，我諗咧，有人咧應該有啲高人咧，或者甚至博彩公司自己啲人咧，睇通咗，可能真係出事。係啊，佢哋可能有人睇通咗。即係大佬，即係你賠得少啲啫，呢、這個留歐。咁但係呢個世界，喂都要賠㗎。係咯，即係而家個情形就頭先我講跑馬嘅情形啫嘛。係啊。所以咧，香港人又唔怨得人，即係咧好話唔好聽。如果你輸了股票啊，只能怨一樣嘢嘅啫，怨自己，怨自己，係啊，真係怨自己，唔係係自己一廂情願，諗住你咁諗，英國人都咁諗，即係投票嗰個唔係你啊嘛，係啦，唉，真係，係啊，即係好簡單啊，又用跑馬做例子啊，係，只馬好啊，係，個騎師唔掂啊，冷人騎熱馬，係，冷人騎熱馬，只馬掂喎，掂啊，諗住掂啊，計數啱啊，係，計數啱啊。就是冷人騎熱馬，最後鬥拉斯兩步輸個比嘅，個情形就係咁啦。咁你冇得怨人，係啊，即係你唔可以跟住輸 Q 咗咧，就喺度鬧 Q 英國啊，唔理性啊乜乜物啊。喂，而家人哋決定人哋自己嘅命運嘅政治命運啊，你唔怪得人啊。你係外圍，你要睇熱鬧嘅又好話唔好聽，衰啲講句，睇熱鬧過水濕腳，諗住喺個金魚缸度執翻少少咁嘅啫。係啊，執唔到就你唔好彩嘅啫。嗱，而家同佢講翻轉頭先啦。咁、啊、其實講第一件事就係、是、嗱，啱啱嗰樣係好正確嘅。係嗱、啊，我哋啲外人睇咧，係啊，就純粹講理性又成成嗰啲咧，係啊，就成日找一個國際。就找一個國際人嚟去睇呢啲事，但係啲甚至唔係國際人，國際人都不如啊！香港人咋，國咩際人啲？有啲人甚至個香港人睇法，唔係咁，其實乜際人啫，嘥氣。唔係咁，對於英國嚟講，香港係國際嚟嘅，英國以外啊嘛。咁係，即係佢用香港嘅在地觀去睇啊。而事實上，甚至冇咩咧，為香港人嘅睇法同世界上好多地方嘅睇法一樣㗎。其實係啱，都覺得英國人 Q 應該脱歐。係啦，你同話依家啲人嘅睇法都可能一樣嘅。係啦，咁所以呢個叫國際，所謂叫做 so-called 國際睇法。咁但係而家就我哋永遠都 overlook 咗一樣嘢。唔記得咗，而家嗰個世界潮流咧，就有啲轉變，就興本土。係啦。而家英國咧，嗱，我哋上個禮拜都，我唔記得上禮拜我講，已經冇講，而家講埋啦。嗰、那個根源嘅問題點講咧？佢嗱，即係脱歐陣營 sell 嘅嘢咧，就係、是、sell 種族問題、移民問題。移民問題。但係咧，再追深一步根源問題就係點解？之前你話講即係十年八年前，即係之前有歐盟噶啦嚇，咁嗰陣時收咁 Q 多移民冇人嘈嘅喂，歸根結底都係經濟問題，就係佢哋就一大就係英國人，係佢冇嘢撈，係享受唔到經濟歐洲經濟一體化個好處啊嘛，係啊係啊，而我哋睇到今次嗱今次其實今次呢、這、一個、這個好多好多嘢可以講啦，第一件事今次投票贊成，從地區上嚟睇，贊成脱歐嘅大部分地區，英格蘭、威爾士，而且係英格蘭東北部。英格蘭東北部點解？因為大城市倫敦，倫敦係七成人贊成留歐嘅金融城市。因為金融城市同埋咩咧？真係國際城市啦。因為東北嗰啲城市咧，好多係以前工業城市。不過其實講真，英國工而家。工業就收皮㗎啦，收皮㗎啦，係啊 ，Rolls Royce 都俾人買咗，係啊，咁就所以講真句，英國工業基本收皮，係，咁另外做咩咧？而家你有拎歐洲真嚟埋之後咧，連通渠都冇得做，係，嗰啲即係嗰啲低學歷、低收入嗰啲英本土英國人，係，而家嗰啲咩嗰啲義務性工作俾啲波蘭，俾嗰啲咩東歐人啊、保加利亞嗰啲人做 Q 曬，係。所以結果咧就咁樣咯。嗱、咁就先從地區講。嗱、咁就啱啱講到倫敦啦，講到倫敦就產生留歐啦，大城市產生留歐啦。咁但係啲所鄉郊地區嗰啲 counties 仔咧就冚唪唥脱歐嘅。係。威爾斯又脱歐嘅。威爾斯脱歐。咁都係其實威爾斯基本上地區上比威爾斯啦，基本上都同英格蘭都同挑化同挑化咗㗎啦。一樣。不過咁威爾斯話仲有人講㗎。威爾斯話仲有人講。係啊。威爾斯話同英國人好唔同，相差好遠㗎。
咁但係就唔係因為基本上常英文係拉丁文變出嚟嘅，係係啦。咁但係就同蘇格蘭話啊，同威爾斯話咧，本身真係嗰啲叫做真係 Celtic 嗰啲 origin 咧係唔同噶啦。嗯。咁但係乜都好啦，咁但係蘇格蘭咧同埋呢一個嘅北愛爾蘭咧就係贊成留歐嘅。係。嗱。咁又幾得意嘅，咁啊，因為蘇格蘭人咧就係、是、長久而都都親歐噶啦嚇，咁啊而家就大乜乜鑊啦，咁而家咧，因為之前脱歐，即係脱英脱唔成，係呢個嘅蘇格蘭，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、是、即係其中一個政治交換條件啦嚇，咁就係要英就要聯合王國要留喺歐嘛。係啊，咁而家卡梅倫咧就賭輸咗啦，賭輸咗，係啦，因為卡梅倫咧就長期做賭仔性格嚟嘅，喺佢嘅任務又經常賭，對上一次咧就賭蘇格蘭脱唔脱英，係，今次又賭英聯合王國脱唔脱歐，係啦，佢賭佢鋪咧選舉咧，其實咧就係、是、咧就係攞呢啲嘢出嚟賭噶嘛，係啦，其實對上一次國會大選佢都係賭噶咋，佢真係賭噶嘛，佢點令到歐洲人信佢，英國人信佢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佢應承。系啦，你選我上去，我應承搞公投，系啦，搞咗，系啦，最後就係呢鑊，系啦，佢就賭輸咗啦，佢賭輸咗啦，系啦，咁就而家佢就要就嚇、啊、要落台添啦，宣布十月之前就會落台改重選啦，嗯，咁啊基本上就一大扎嗰啲留歐派嗰啲議員啦，包括工黨嗰啲咧，工黨嘢辭職潮仲快過佢。係，工黨不停有人 resign， 即係支持留歐嗰啲，係，咁就不停 resign 嗰陣，即係已經預先亂到韭菜咁樣樣啦。係，咁講講英鎊先，嗱英鎊咧，九算，未，今日仲係十算，今日仲係十算，遲下唔知，係啊，遲下一仲跌下先嘅，係啦，咁啊，你真係唔怪得阿索羅 B 阿索羅斯真係啊，唉，我而家後悔揾咗份工。因為我之前成日話揾唔到工作咧，就去英國國玩噶嘛。係去英國做 working holiday 噶嘛。嗯。不過算數啦，因為點解如果 working holiday 嘅時候咧，喺英國揾到啲錢咧，就會好唔挑見使。嗯。係啦，乜都好啦，唉，我都唔想理。而家入定啲英鎊都好啊。再細啲，再多啲先。嗯哼。OK， 咁啊，咁而家加蘇格蘭咧就醖釀咧。再搞公投，係再搞公投，就是否脱英？嗯，是否脱合脱離呢個聯合王國脱 UK？ 係。咁而家咧，其實都證明咗一樣嘢，即係好多英格蘭人咧，佢投票投脱歐之前咧，佢真係冇 Q 諗過後果嘅。嗯，堅係冇 Q 諗過後果嘅。點解？因為而家成班個騰雞，係啦，亦都咁講。咁樣投脱歐嘅人咧，好多諗住係。抗議票係話俾你知，幾乎一半人贊成脱歐，係，因為所有跡象話俾佢知都脱唔成嘅，所以大家咧都好放心投脱歐嗰票，係，如果真係得咗，嗯，真係脱成咗，咁所以而家成班人喺度騰雞啦，嗯，即係當然其實唔係嘅，即係而家嗱。蘇格蘭難就搞烏爾蘭島啦，係啊烏爾蘭島啊，咁就是、當然嘅就要講下先啦。英國呢下係未脱歐嘅，係啦，因為佢因為公投過咗啫，但英國公投咧個結果咧就冇法律約束力嘅，係。但係咁佢有個民意嘅受益喺度，個命低喺度，係啦，個國會咧民選國會咧基本上應該要執行嘅個旨意，咁但係都過埋國會先，係。咁但係喺國會已經亂糟亂七八糟，亂七八糟，首相又唔撈，議員 MP 又唔撈，係。咁所以咧，我真係唔知點搞，係。所以就真係烏哩馬查啦，而家阿英女王咧就即係最慘嘅就係咩咧？佢成為呢個英國史上在位最長嘅君主，係。唔知使唔使睇住呢個聯合王分崩離析？啊，不過咁喎，英女王咧個態度上面咧。佢係親脱歐嘅，佢親脱歐喎，呢件事都要留意。佢親脱歐，但係咁啊嘛，佢唔知會就喺佢自喺佢統治之下，聯合王國就分崩離析啊嘛，因為脱歐呢單嘢。係。你蘇格蘭夠獨立喎、啊，你點搞啊你？係啊，蘇格蘭真會獨立啊！你點搞啊你？係。所以咧，真係，佢同阿佢同阿王夫要啊，即係咁嘅嘢，即係以後戴頂帽出嚟都唔知戴咩色咁啫。嗯英國呢個類冇都冇噶嘛，喂，呢節時間差唔多啦，下次翻嚟再講，未講完嘅佢脱歐。環球思維。
香港本位，中港台。